大家好，我是预告片。大家来 看，在遥远的地方有个石牛镇。传说石牛镇上有一只纯洁的天线宝宝，得到它的人就能拥有整个天下。难道这是真的？正义使者慕容白一直在竭力守护这只天线宝宝。然而有一天，淘气的王大锤偷走了他，送给他心爱的姑娘小美作为生日礼物。把天线宝宝还给本宝宝。神经病。而此时，一只猴子和三个胖子也来到了石牛镇。爱情。我要跟他同人相残。飞机。魔法。巨龙，他们究竟会？我他妈实在编不下去了。以上内容纯属虚构，特效没有做完，但因为打不过导演，所以只能瞎编。万万没想到，幺二幺八，哈哈哈哈，露脸了。